肯定贵啊。转转也有可能。你看他这边，这边这露出来起来的就是那个沥青，撒沥青的一些那个口。从这看的，从这看的，你看这儿，这相当于一个，这边是撒沥青的。对对，这是喷沥青的。上床去吧。保温是怎么保温的呢？咱们这都是保热以后。对，基层人民哪有那个资格？是不是？给你衣服。这是。对，它里边有保热油，它里这里边有那种管，咱们现在家里边这个地板是。我说把衣服给你，你还不要。导热油是单独的嘛？导热油是单独的，别的我们有燃烧器把这个油就给烧热了。不是压油，是专门用什么油，反正是。看一下煤气管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消音器。滤清器。哦，